市聚集采购人潮，过年期间要买鲜花布置家居，推荐凤梨花，不仅有好运旺旺来的含义，颜色鲜艳，花期也比一般鲜花多出1到2个礼拜。另外像是百合花、剑兰都是热销款。春节建议民众可以选购一些我们的剑兰，因为剑兰它其实又称为福兰，那其实它有一个就是招福驱邪的一个含义在，所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民众买这个福兰，因为它主要的花卉的部分它又是有红色、有桃粉、有红，那过年是要红要喜气嘛，所以我可以建议民众买这个剑兰、福兰。今年因为暖冬，花卉盛产，价格相对稳定，凤梨花、兰花、银柳、百合花等平均售价在200-300元，盆花则是1000-3000元不等。今年的花还算好，还算好，没有往年那么贵。我觉得有比较便宜，有。我比较便宜。为了方便民众购买，台北花市也开始24小时营业，一直到除夕中午。想挑个鲜花好过年的民众，可得把握时机。华语新闻苏宏杰、黄运成台北报道。